早前感染變種病毒的17歲少女，當局同多個地方的個案對比，至今仍然未找到感染源頭。政府專家顧問許雪昌相信，病毒在本港變種的機會好微。因為通常如果有變種出現咧，就係喺爆發的疫區個病人數量很高，你才有一個壓力俾嗰個病毒去變種。咁點解對唔到嗰個基因排序咧？亦都可能係好多發展中國家咧，佢未必一定將佢確診嗰啲個案嘅基因排序咧係通知世衛或者上網嘅。